谁啊？谁让你吃了？我辛辛苦苦摘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的，但是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不是我吃的，它自己飞进去的，真的。小偷吧？什么小偷啊？你这果子在地上，谁捡的就是谁的。这我……你犯死罪了，你知道吗？ 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破果子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赔你！赔？你拿什么赔啊？嗯？你耍我？金子。 星辰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剩我呢？嗯。哦，你说那个果子啊，我刚刚不小心吃了。不过你别着急，我能赔给你们，真的。两。三，都给你。你胆敢盗窃圣果，受死吧！哎哎哎！我。
这怎么办？